今日教练升 lift， 由我做校官。但系教练咁多集都好似冇出现过喎。唔好问，打赢我就合格。哦，嘿，咁好容易啫。等一阵，等一阵，小弟突然之间有啲紧张，我仲仔女细，老婆乱啊嘛。好在我同自己买咗份保险，受保人系我，日后我有咩冬瓜豆腐，受益人就系我老婆同仔女啦。咁你有冇买翻份俾仔女先？嗱，受保人系佢，但系18岁之前咧就由你做住保单持有人先，等佢大个先将保单拥有权转翻俾佢。同埋保单持有人拥有保单嘅最大权力，包括退保啊、提取现金价值同埋修改资料等。另外咧，受保人同埋受益人之间需要存在可保权益嘅，即係指保單持有人或者受益人對於受保人的生命或者身體具有利害關係，而可以享有合法的經濟利益。受益人不一定填你或者你老婆，可以填仔女的爺爺都得。喂，講完未啊？而家打功夫定買保險啊？打功夫，不過買咗保險先。